103，104，你的甲每天都不一样哎，下次你可以不改成路人甲甲，看你们还是比较好的，我一想都觉得好可怕。这是什么？虽然太阳看不清楚，是世界地图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好像监狱哦，最底层吧。我记得不是像铁达尼亚，不是上面都是那个高级人士，下面的时候就会放一些那个比较没有那么高档的人在那底下嘛。那就路人甲 也可以啊，听起来蛮帅的。和家里的地球一模一样，可是你家地球仪式有血。这相框好像在哪里见过，你家的吗？留声机，好，播放唱片。点点点，对了，记得那一天也是一个阴沉的雨天，我哭泣了。哦，这是他小时候吧？他小时候记忆。哎呦，哎呦，弄丢我先啊！我天，，OK，调一下位置。哎呦，他应该是在手术病房，然后失败，没能救活吧。厉害的说他那天哭泣了，搞不好这其实他老爸的记忆。那个啊，你冷静的听我说，果然还是无力回天。啊，如果我道歉的话，就能回来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什么都愿意做，我会很听妈妈的话的。都是这孩子的错，如果这小孩能改掉任性的脾气的话。岳母，请不要这样。看来他的外婆对千里很不满，都是我的错，不是的，这是事故，所以不要哭得那么伤心，没事，没事的。这些是什么啊？你的记忆啊？我觉得应该是他的记忆啊，好多唱片。这应该是他不想面对的记忆，我觉得，所以他是花了，停下，不要回想起来。哦，你什么鬼啊你？和我一起来吧。没你啦，没了，呆，那别人跟我讲这有追逐战啊。哎呦！会死会死会死！不要这样，他去哪里啊？你看，怎么这边也有？哎呀，哎！The end。所以就一个妹妹被这样被我们玩死，干不是啊？发生什么事啊？所以这个东西好像想要阻止我们找寻他的记忆。没事了，是不是？思雨啊，哈哈哈哈，菜逼吧，过来呀、啊，不是金牌。这边似乎目前没什么，哦，这里可以走了，那我们就来吧。
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有什么？上面好像写什么？你喝药的次数为八次，手在发抖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所以不能喝太多次啊。这边这个房间没有什么东西，只是单纯给我们存档而已。打不开，啊，怕未开啊，怕未开。这什么啊？这好像格局其实跟楼下的蛮像的。嗯，得到剪刀，好壮观，全部都是绘本。到底有什么壮观的吗？这什么啊？走过去还会有踩到肉的声音。我告诉你哦，我的妈妈会缝公主穿的长袍哦。但是我发烧了，让妈妈为我操心了。自从开始照顾我之后，她就没有缝过长袍。如果能吃到新鲜的水果的话，我就能好起来帮妈妈的忙了。嗯，所以要找新鲜水果给这个小女孩。哪那么好找啊？这看起来就都很不新鲜啊。对，然后是怎样？厕所又在打扫中，是不是？真的就是厕所。攻击性是弱小的证明。艾伦坡，好有哲理的一句话。手在发抖。攻击性是弱小的证明。好有意思的话，管理员是无关人员，请不要擅自进入阿克隆。点点点，哪位？那个，我叫千里。抱歉，我现在很忙，请稍后再来。哎，那个，稍后再来。嗯。我就是要玩你怎么样？好，没事，看来没办法。我想说，我一直玩他会不会直接火大，然后直接出来？我他妈跟你讲，我正忙，你听不懂国语是不是？嗯，啊，他这可以存几个档啊？八个。够了啦，嗯，所以我们要找新鲜水果。厕所可以进来了。每次进厕所都会有一种很神奇的感觉，就是每次都找得到一些东西。是公用的，而且为什么刚进来是点点点的？这浴室吗？哇，好脏！嗯，剪刀，剪刀会不会是要剪什么东西啊？欸，可以上啊。要关上门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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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最近变得经常上厕所啊。好忙好忙。啊，里面有人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喜欢上有人的厕所，这样吗？嗯，这边厕所没有人了啊，好忙好忙，下面乱成一团，这艘船也要被废弃掉了吧？哦，嗯，等一下，抓个羊 ，OK， 继续吧。弟弟姑姑，弟弟姑姑，别去管了吧。
所以他这样讲的话很有意思。他刚刚说最近下面变很忙，代表他是至少是有到某个阶级才会知道这件事啊，所以他是管理员哦。怎么办？被怪东西袭击了。如果和管理员说的话，会帮我吗？门开了，打扰了。哎呀，这什么啊？等一下，哎呦，不要放开我，捆绑 play no！而且为什么他衣服变了？哦，没事，啊，痛快了。哦，这么快就有恶鬼上钩了。怎么是人类啊？哎，畜生，那不是恶鬼，放开他！这是，呵呵，捆绑不累是不是？我受够了。这位小姐，她是乌龟。你没看见不能随便进入的告示吗？乌龟，喂，谁是乌龟？我名字是阿克隆哦，他就是那一个阿克隆哦，就刚刚前面有出现的，然后一直在写那些奇怪警告标语的阿克隆，阿克隆还是乌龟啊？谢谢你救了我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毕竟射下触手的是我，因为最近有很多恶鬼四处徘徊，为了不让他们进入房间里来，我才设下陷阱，但是真奇怪。触手应该只会对恶鬼有反应的啊，恶鬼，也就是腐败的人类灵魂，若是被他们吃掉就没救了，什么意思？小姐，你是不是刚刚也来过啊？不，我没来过。是吗？只是碰巧很像吗？不过算了。对了，管理员是我，我是管理员。所以你是谁啊？那个，我虽然说不清楚，我被奇怪的人袭击，现在很害怕，希望你帮帮我。不行不行，这种事情在这里是家常便饭啦。客人之间发生争执是无可奈何的事情，毕竟各自的价值观不一样。比如说，那里有个瓶子吧，你觉得它是什么？像是牛奶。嘿嘿，你觉得是牛奶啊？但是在其他人眼里，看起来或许是啤酒哦，或者它看起来像是里面塞着新鲜青蛙也说不定。这是什么意思？那一样两安，也就是说，你们人类只看着自己想看到的世界，所以你不是人类嘛？所以不管是被袭击还是被怎么样，都是无可奈何的。当然，如果有缘分的话，又是另外一回事了。话说回来了，你看起来还蛮胆小的，为什么一个人到处晃啊？随便走来走去，让我很困扰的。小姐，首先能把名字告诉我吗？千里。千里啊，千里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是104号室的人。小姐，你没付船费，靠我一把。干，你第一句话，你知道是104号室的人，然后第一句话就跟我说你没付船费，杀小朋友啦，杀小啦。就是钱啊！你现在有吗？我没有。是吗？那么下床的时候，我要剥下你身上的所有衣服，可以吗？不可以。男生的话我无所谓啦，女生的话，好像剥女生的比较好啊。不是啊，重点不是这个啊。干，为什么还要说吗？没理由让你免费乘船吧？但是，那么小姐。你想怎么办呢？嘿嘿嘿嘿。
我想回家。你这话是真的？你是发自内心这么想的？船费的事情，你去找船长商量一下吧。我靠，瞬间从那个邪恶人士变正人君子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毕竟你长得还挺可爱的嘛，或许能让你免费乘船也说不定哦。怎么回事？我怎么知道？去上面的钥匙就在这周围，你自己去拿吧。老实说，我已经无力再管理船内了，不见一两把钥匙也没关系。好任性的孩子。那么这一集影片就到这边告个段落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在下方点选喜欢，然后订阅我的频道给予支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。